哎呦，我还以为是谁嘞，骑个破自行车在这里晃晃悠悠的，原来是静雯啊。哎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喽。嘘，小点声，别让人听见了。你还好意思笑，这么多年不见了还骑个破二轮，环保嘛。环保是挺环保的，就是有点漏风啊。还是你混得好，小车都买上了。必须的，10来20万小钱。我看你大老板也挺忙的，那没啥事，我先走了。尽我这本事，后叫我这无望。喂，房东，我到楼下了，我这就上来啊。人皆有之。这房子不错啊。是不错的，刚装修好，3000一个月，但是要先交一年的租金。这房子啊是不错，但租金这一块能不能一月一交啊？哎呦，看你西装革履的，还带着个金链，一看就是老板的样，也不像没钱的主吧。兄弟啊，不瞒你说，其实我这个链子是 A 货。不会吧？衣服嘛也是为了撑个面子，其实我也是没什么钱的，租金你看能不能稍微这样啊。这房子也是我姐的，我得先问她一下。哎，静雯。哎 ，K 哥，是你要租房子啊？对啊，姐，她说没钱，要便宜点。讲这些，我怎么可能没钱？主要刚刚在上面买了套房子，过来打听一下行情。哎呦，那咱们是邻居啊，你买的是几楼啊？哦，就上面8楼，东北朝向。姐，你什么时候把楼上那套房也卖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没有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真丢人啊。老同学，那房子你要是看上的话就先租吧，租金的话等你有钱的时候再说吧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，我还差这点钱吗？这不刚买了台保时捷吗，手头有点紧。那行，我这边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走吧走吧走吧。对了，老同学，你有钱没钱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不需要在我面前装什么，做回原来的自己，没有人会瞧不起你。